拎住电话四围玩，细菌多过厕所板啊！妹妹，厕所板咁污糟都拎嚟玩，好多菌噶。咁你又成日挂住讲电话？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嘅研究话，而家好多人食饭搭车都机不离手，口水飞晒落去之后再用翻对污糟嘅手嘟嘟嘟，咪搞到手机含有导致呕心同胃病嘅菌量比厕所板仲要高十倍。最惨嘅系，好少人会认真清洁部手机，又将部机借俾人传嚟传去。如果想佢干净啲，唔使换电话嘅，得闲清下抹下都得噶啦。